脚踏空，我就要飞起来了。我想象是迷茫，我想象听见你说，这世界是空荡荡。你说一二三，打碎了过往消亡。有风吹破了的归途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唱？你说一二三，转身，你听被抹掉的慌张。可以喝真果粒吗？你要喝吗？我都给你喝。我想喝呀。你说一二三，转为什么呀？我想澄清啥呀？剪刀布，我不。哎呀，为什么问这个？脸红了，怎么？真做作揖，真做作揖。然后有两个人过于华丽，盛装出席，因为这个重视，因为重视这个。最遗憾的地方就是还没有跟他做过一个。我高小。我想一个眼神就到了。